关于打坐静修就有可能开发出特异功能。编译者如是说999。在电影、小说、漫画中，超能力和特异功能已经是最受欢迎的主题。例如心灵感应、透视、预知、念力、隐身、飞翔、瞬间移动、特殊体质、身体着火、发电、磁性等等的超自然能力。现实中，超能力和特异功能真的有吗？关于超能力和特异功能，西方科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，甚至发现打坐静修就有可能开发出特异功能。美国加州的迪恩·雷丁 （Dean Radin） 博士是思维科学研究所 （IANS） 的首席科学家。这家研究所曾对2000名静修者做过一次调查，问他们是否体验过遥视、预知和读心等功能。结果有 75% 的修行者报告说，他们有过这些体验，而且他们认为这些是通过打坐静修得到的。雷丁在他的著作《超常》一书中写道，一位对所有灵异现象都持怀疑态度的名人承认，他认为特异功能已获科学证明。西方对超能力的研究，很多还是局限在意念力的概念，其实，东方的修炼文化中早已对功能有了充分的说明和佐证。近代历史学者钱穆以史书记载，如扁鹊可隔墙见物等诸多异事，以及孩提时的亲眼见证，认为特异功能不可妄加否定其存在的可能性。根据他观察到诸多特异功能的案例，发现超能力者中以幼童及女性占多数，并指出西方科学心物相异、偏重物质空间，此等事成属怪异。中国人向主心物和合成体，则外物移动，未尝与心无关，亦可为此等同属心理现象，不必偏向物质上探求。但亦非专属心理学，需心理物理混为一体求之，数可得解。观此，知此等乃人心之本有功能，亦可谓是人心之自然功能。及其见长，多在人世上历练，则此等功能渐失去。但经特殊训练，年长后仍保有此功能者，亦可有之。此等事，中国社会常见不鲜。天眼通功能，西晋后赵时的僧人佛徒曾善于诵念神咒，而且能驱使鬼物。当他用麻油加上胭脂涂在手掌上时，千里之外的事情都可以在掌中显现，犹如面对面看到的一样。佛徒曾常常派弟子到西域买香。一次，佛徒曾在掌中见到一个买香的弟子在某处被劫将被害死，他马上烧香念咒加以护持。弟子回来后说，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，正要被害之时，颇闻香气，劫匪无故逃走。宿命通功能，古代的许多预言家都具有这样的功能，如三国时的诸葛亮、唐朝的李淳风、宋朝的邵雍、明朝的刘伯温等。春秋时传与人真道的老子，在遁世前西行去秦国，经过函谷关（今河南灵宝县西南）时，守关的令尹喜通过占卜预知会有神人从这里经过，就命人清扫了40里道路迎接，果然是老子来了。老子在中原一带从没有传授过什么，但他却知晓有慧根的令尹喜，命中注定该得到，就在那里停留下来。这说明老子有预知功能。神足通功能，南宋至明的真人张三丰一度在太平山上隐居，但他天性随和，和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相处融洽。一天他要走了，
邀请乡里的老人们吃顿饭作别，但张三丰山上久不生火，连火种也没有了。张三丰说下山去，顷刻之间就回来了，而上山下山要往返40里地。张三丰还买来一点豆腐做菜，而且是用木板拖着拿来的。吃完饭后，张三丰嘱咐他们，这是唐义城西关姓王家的东西，请他们帮他把豆腐板归还。这些老乡找到这个地方一问，还真是姓王这人的东西，而唐义城离太平山要有140多里地。这些超能力用科学很难解释，但一些开明的科学家没有盲目的回避，而是积极的开展研究。比如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和爱因斯坦，当他们穷尽了物理世界的客观规律之后，发现关于宇宙问题的最终答案只能指向神。因此，他们在晚年时期都走入了宗教。爱因斯坦曾说，人生最后的领域，只能在宗教中才能找到答案。牛顿表示，宇宙万物必定有一位全能的神在掌管、统治。在望远镜的末端，我看到了神的踪迹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